我是老弟。谁能挡我？白金刚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咦，这是个什么家伙？好像是个白毛老妖怪。哦，果然是个白发老爷爷。臭老弟，你说谁老头了？欺负白金刚就自以为是，信不信我小强就要把你砸成肉饼？哎呀，敢在我白金刚面前嚣张的，你可是第一个。臭老弟，你比金刚大家喝多了吧？哎，居然敢过来挑衅我！小白毛老妖怪，给我狂揍起来！有点抽啊，不行，打不过他呀！这白毛老妖怪实在是太嚣张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如此看来，老弟现在只能去寻找上古神龙段，真是进化一波了。我一路颠簸，终于在一块山丘之地发现了众多的神龙蛋。不过这些神龙蛋看起来好像是霸王龙的蛋，但是白金刚吞噬他们之后，肯定会吞噬进化一波的，把他们统统的捡起来，喂食我的白金刚。哇，可累死我了，终于收集齐了。小白，小白，今天你终于有口福了，通通的喂食你。啊，臭老爹，终于是老爹开眼了，不知道是哪位天使大姐给我赐的如此福气呀。今天老白发誓一定帮助你打败那个臭白发老头，相信我吧，暴走吧小白。失态了，失态了。吞噬进化后的小白真的是狂躁无比，速度提升了不止一倍。臭金刚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斩我一记化骨绵掌，我懂。小小的白发老头，是俺老金刚的一个暴走嘶吼吧，我懂。看我爱的魔力卷卷卷，我懂。我去，小白，你的屁股这么有弹性的吗？这把我弹得憨边了。你给我等着，又不是我腿短，今天我非修理都不可。现在白发战士被老弟直接干到了河岸边，如今他也只能束手就擒了。条数兵车不强，就是一顿突突突，哎，搞定了。来瞧一瞧，这家伙到底有什么奇葩技能？这黑暗的暗魂波是什么技能？走，是龙赤马，咱们出去溜一溜，测试一下它的真正伤害。哎呦，没想到在丛林里边遇到了这么奇葩的猛犸象。兄弟，你老婆是给你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呀？哎，想必你这也没脸活在世上了，今天老弟就帮你解脱了吧。哎呦我去，臭老弟，就在背后给我使坏坏啊！你给我等着。搞定了，这边应该是泰克剑龙，打掉他们之后，身上会掉落很多的机械零件，都是组建基地的必需品。来，盘它。伙伴们，你们在方舟的世界见过这个白发老头吗？他的伤害倒是蛮高的，也不知道谁才是他的对手呢。明天我要继续出发，探险更多的洪荒神龙。